很古风啊，侠客范。太美了，一人站在一个舞台上，然后当中川崎啪一个光屏下来，投各种各样的人的侧脸，再加上川崎的那个手势舞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。川崎呢，我非常看好他的那个假声好漂亮，那旋律都很好听，把我完全带到另外一个世界。 特别，嗯。那我想问一下蛙哥，苹果花这首歌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？我刚刚看到这个三位站在那边，我有点担心是好像大家有点格格不入。但是我一听到音乐一开始，然后就觉得原来你们是用各自的音乐风格来把这个歌曲融合，融合得非常好。 Tell me， 刚刚看到他们的舞台就感觉很热闹，而且上一周土人儿，你不是说你没跳过吗？<笑>我没跳过舞呀。你知道土人儿，你跳完之后 ，Henry 在旁边，哇，太短了，<笑>没看够的感觉。下一次希望可以看到长一点点，太棒了。因为我就是正儿八经零基础，什么都没弄过，然后就这一周的时间，然后就是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折磨。 <笑>我有个很好奇一点，为什么人儿对着迪娜唱的时候，大家都尖叫？有吗？哦，那他们俩是蛮配的，你看那个画面，不是吧？爱情我是不懂啦，所以我问你。没有啊 ，OK OK， 我只再确认一下，我只好奇一下 ，OK。 好，谢谢你们两组精彩的演唱。那下面紧张的时刻到了，各位喜欢 Tell Me 按01，喜欢苹果花按02，请各位一定注意，这一次是二选一的选择。小玩家思考好了之后就可以开始选择喽。上淘宝好货好价淘补记，开启投送时刻。嗨嗨，投个票！嗨嗨，投个票！我们这首歌。 说的是慢动作，我希望对我们曾经错过的人说一声，哪怕生生不见，但我还祝你们岁岁平安。主人儿很突出，很厉害，两个女生她们唱的很好，她们三个在跟不同领域的选手有一个很好的融合，很棒。我们有自信能用真诚打动现场的每一个听众。希望还能原谅我们能够一起走了之后。 那下面到底是我们刘贤华带领的无限队，还是钟汉良带领的不循环队，可以拿下本场的第一张的通关券呢？各位，请看大屏幕。要超过五百，只要超过五百。无限队509，不循环队472。Yes。 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恭喜无限队获得了本章的通关券。哦，好，输掉了，输掉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期待接下来的表演。我们请选手们回到现场的观战区。雪旺，上去一段雪旺，是不是？ 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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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。